老的地方，带领江大学的同学，请跟大家挥挥手，我们带江大学的同学，好，他们已经进来我们社区，已经在着手在改造，在尝试第一步改造我们的环境。我们这个社区，我们这个里是属于比较老旧社区，那因为年龄层的老化，然后一些年轻人的外流，那刘老师他们这样的做法刚好是让我们给我们里内加入注入一些心血，那对我们里面来讲，我们里面也很开心看到这些大学生带给我们里内比较有生气，然后比较活泼，然后他们策划了一些活动让他们去参与，他们也觉得很开心。老师的团队，他们的学生帮我做出来的创意啊，我觉得这个还有这个空照图啊，也是他们制作给我们的啊，我很感谢他们哦，之前那一段时间的帮忙，还有一些创意，我这个许愿树很受欢迎。看到上面的叶子那么茂盛，就知道他们做了个树干，叶子都是李明生出来的。这家是出租的，这家自助，哎、欸，不，这两家都出租的。这两家都出租，那个出租。拿过来一栋，一间。二楼、三楼做一个较大的阳台，就迄国外迄露台安尼，刚好。最好是有最好是安尼。你嘛，你爱五折哦，你安尼讲爱五折。哎，你干啥不一样？你这都是干的哦，干这栋，这都半钱一栋。我要买到一间家己建啦，我建的呀，你建的人徛在遮啦，看无，你有看你无？我们的建筑系的教学特别淡江，长期以来是对于这种社会参与的这样子一个方向是从来没有缺席，而且大概是在建筑系的这个环境里面算是也是非常强调这一部分。学生们跟这些社区的阿公阿嬷啦或是小朋友啊这样子互动，其实也会让社区居民们感觉到很温馨啊，觉得有一种亲切感。小所以他一次要画两张，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社区，就是发现很多人都会把椅子放在外面，然后看起来也是破破旧旧，想说帮他重新刷一下，然后让小朋友来刷的话，就可以提高他对那椅子的连接性，然后透过那椅子，他可以对这个转角或是一个小空间有一个新的想象，这样子。那椅子就是可能是先把它摆回到原本的空间，然后看看这些社区居民的反应，如果是好的话，当然是可以再把它强化，可能强化之后可能墙面啊，或是旁边布置一下。那中间一个衔接的过程，就是在下个礼拜也会配了一个街区寻宝，对吧？那通过寻宝，再让那些小朋友或一些大人再更深一次说，哦，原来椅子放在哪边？对，因为今天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去画那个椅子，我们今天那个椅子是想让我们了解我们那个大杂院空间。那可能有用到，可是其他很多空间可能没用到，可能就要透过一些寻宝活动，那去找，然后去了解那空间这样。捡椅子了，我还要多注意一个。是这样的。我们就都画到了啊，这边，就是每个人至少有没有画三个水果啊？有没有画三个？有了吗？番茄。我们有画几个？至少画三个水果，三个我们画三个了，至少画三个。我们上个小三个小水果，茄子是小的，对，这个是茄子。居民们长期住在这边，世代住在这个地方，他们对于相互之间的熟悉度非常高。很多人他们都读同样的小学、同样的国中，甚至高中当然就比较多，所以大家都相互的认识。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社区的凝聚性、凝聚感，其实比我们其他地方要敏锐。
还有仙女剑。有没有？有人刚刚画不像哦，可是颜色涂满就像哦。哦，梅子切好了。切好了哈。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因为熟识而出现的一种淡淡的情感，我认为是现在的都市人少有的，这部分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个人是一个我父母都是从中国大陆来外省第二代，我们对于社区我们没有那种有很多家族的连带关系，所以对于这种人跟人之间一种很紧密的互动是充满了讲羡慕，所以总是到了这样的社区就会有一种很强烈希望能够像他们这样子人跟人之间有这么紧密的互动的这样子的感受，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对面能够有说，啊，这个钱这么多，一干的。哎，我是你站站台嘛，这就是老师跟队长好嘛。啊，你们好，你那里现在晚上好，请在你们刚才哈，刚我是你长，他们是黄汉美王老师就会来玩呢。啊，我就是讲吼，咱去上过来这有一寡这新移民妈妈吼，因会做这异国料理吼。啊，刚刚这两个月有人会晓做粿，会晓做麻糍，啊，大家做伙吼来家，大家相互用美食吼，美味出设限，啊，美味来给它融化融合哈。因为你跟这些人慢慢产生了一些互动，即便那是一个很淡的。透过这样子，只是打打招呼啊，聊聊天，然后有时候办活动，大家快乐，愉快的吃吃喝喝，其实就会出现了一种让你觉得，你跟他们开始出现有一个联系。我不太知道我们能给这个地方带来什么改变，但是我想这个地方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它让我们又更深刻的认识一群。或是不认识的人，他们的生活、生命的特质是这么独特，跟我们的经验完全不一样。如果他们感受得到，他们愿意开始跟我们一起展开一个想象的旅程，那就很棒啊。那至于能怎么样子走，那个想象旅程要走到哪里，要变成怎么样子？要继续下去还不知道，可是应该可期待。